120马上就到。嘿，你说这丫头，这手50000块钱就给卖了啊，真不值钱。早知道你们几位人这么好，我就再坚持一下，说不定聊到最后5000就行了。你呀，就别贫了。来，欠款50000，一月之内还清，签字吧。那分期付款呢？什么？一个月凑齐50000块钱，我肯定拿不出来啊。您想啊，我要找着工作吧，至少也得1-2个月。我们这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工资最多2000，我一个月还您1500，一年就是18000，3年不到就能还清了。你还挺会算计啊。哟，真没想到。现在社会上刚毕业大学生一个月就2000块钱啊，这连你们家小保姆我还不如呢。你们要高薪聘我当保姆吗？我可以啊。月薪5000。啊？小杨回老家这么久还不回来，我们家跟垃圾堆似的。你总不能真的让三姨当保姆吧？我也得有空啊。你怎么样？本人名牌大学英语专业，应届毕业，跟你父母是校友，当保姆可以，但怎么也得高薪吧？月薪10000。6000。10000。7000。10000。8000。成交。你那混账男朋友脑子坏了吧？小时候让驴给踢了吧？成天阴阳怪气、阴晴不定的，智商还不如3岁小孩呢。跟你说了不要去贺家，你不听，活该。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哎，你嫁过去虐死你！想死你了！哎，别！啊，手。学琵琶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的心疼了。哎，别！疼！怎么弄的？你看。那你就带我去吃点好吃的，补补。补补。你说贺家怎么突然撤诉了？那可能就是良心发现呗，毕竟都是校友吧。还有狼心，我以为他们只有狗吠呢。非典结束了，同学们也毕业了。但人生真正的典型、非典型考验和机遇，正等待着各位同学。王哥，王哥，拍照拍照，你去吧去吧，快点！别耽误了啊！来，行。快点！真可以了，1、2、3。跟你的小飞男朋友说了明天要到我家当保姆的事了吗？你来这儿干嘛呀？我父母是京大的校友，在非典期间又帮助了母校。虽然有人捣乱，但是功是不可抹去的。就像有些人比较狡猾，但是罪也是抹不掉的一样。我们是嘉宾，收好差不多了吧？记得啊，明天就是你到我家上班的日子。明天就是你付我工资的日子，你也记清楚。不差这点钱。怎么了？没事啊。哎，你别搭理他，他那智商还没3岁小孩多呢。他跟你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人话呀？哎呀，别说他了，说是你吧。你工作联系的怎么样了？哥们儿，自主创业，怎么样？行。妈。你要不然就别进去了。为什么呀？我跟人夏校长要谈点正事儿，你去了跟开家长会似的。哎呦，干嘛？你是觉得你长大了不需要家长了是吗？不是，
我对我的案子很有信心，我不想让他觉得是看着你和我爸的面子才跟我合作的。傻儿子啊，就是我不进去，那难道你就不是靠着我和你爸的关系？那样的话，人夏院长知道你是谁呀？我就是要证明一下，我是靠自己的实力，不是靠你们。哎呦，你再有实力，现在这个社会没有资金，你能做成什么事儿？不是。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不进去，你自己去谈吧。不管了啊，我找你三姨去做 SPA。好，去。去，我真走了啊。拜拜。这就是你公司啊？你公司就安这儿啊？什么破房子呀？还没我租的房子好呢。这不刚创业吗？再给哥们儿10年，10年后长安街买栋写字楼。切，谁有空陪你玩10年啊？那就20年，这辈子都是我的。哎，臭不要脸！啊，这，过来，来，请进。哎呦我的妈呀，好臭啊！这是公司还是厕所啊？臭吗？你闻闻。小喜华，这股屎味儿。行，散散味儿。小华，你还活着呢？嫂子来了。活着呢。有点乱啊，嫂子。这叫有点乱呐、啊。我不让你收拾一下吗？不是忘了吗？这，哎，我收拾。来，我这平时不是这样，这倍儿干净。这确实稍微有一点点乱。搁下。张小时工多少钱？我们都平时自己收拾，找什么小这挺乱。真挺好的，好吧，下礼拜再来。好，谢谢。哎呦，等一下啊！喂，啊，小郑，是吗？什么时候啊？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小郑说，文华从西藏回来了，从机场直接去的公司。去公司找他去，当面对证。哎，姐，文华最不喜欢我去公司了。哎，他这就是心里有鬼。你是公司大股东，去公司名正言顺，他凭什么不让你去啊？真是，我要是你啊，我就天天去公司，我得让那些员工知道，哎，这公司也有我的份儿，不是他贺文华一个人的好。走，我陪你去。走，我，哎，走。下一个，何总，来，请坐。学金融的，为什么要到房地产公司来？贺总大学专业是哲学，成立房地产公司之前是国家机关公务员，之后却成为了房产大亨，这足以可见，大学专业与事业好像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我个人的意见，你还是去金融机构更有利于你的发展。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大的金融机构，怎么样？谢谢贺总。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我的条件符合您的标准，您只是出于专业对口的考虑，所以才不肯接受我的，是吧？你可以这么理解。谢谢您。我要进盈科地产。这位同学。嗯，我叫孟蝶。小孟同学，
那贺总，今天的面试算是结束了，是吗？嗯。那我可以走了吗？请。雪山很美吧？是。山那么高，离天空一定很近吧？一个人爬山，什么感受？是不是特别孤独啊？你好，请问你们是？嘿，你不认识我吗？对不起，你有什么事儿吗？哎，你是谁？你好，在这儿。你怎么来了？哟，张。哎，你这员工够认真的啊，老板娘都不认识。新来的，你这交代好。贺总在吗？在面试新招聘的员工呢。哟，这贺总连面试这种事儿也亲自过问啊？三姐，贺总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事必躬亲嘛。哎，梦蝶，阿姨，阿姨好，你怎么在这儿啊？找贺岩吗？啊，他不在公司。我是来面试的。你？学金融的才女到这儿来面试啊？我们这可是房地产公司啊，哼，大材小用了吧？啊，不会的，大学嘛，只是一个基础，走向社会做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我就是想多学点东西。那阿姨再见，我先走了。我没让你们进。哎呦，你们怎么来了？快，坐坐坐。怎么了，文华？面试不顺利吗？嗨，文华啊，只许你不跟我们打招呼就走，不许我们不打招呼就来啊。你说的。呵，您瞧瞧，嗯，真够潇洒的啊！瞧瞧，哎呀，文华。你有闲情逸致出去游山玩水，这回来就没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哎呀，三姐，我这不是急着回来面试呢吗？还没来得及给林娜打电话。嗯，我知道，贺董嘛，忙。谁说的？其实啊，说白了，您心里头就没装着我们家林娜，是不是？哎，姐提醒你一句啊，你这盈科地产。可有我们叶琳娜50%的股份？瞧你说的，我就是忘了，人家工商局那不是还有登记的吗？文华，哎，三姐说你刚回来，她想给你接个风，中午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好啊，想吃什么？啊，算了，我来安排，我让小郑去安排。小郑，怎么能跟他谈？这扔了，快看了，快点！哎呀，你这能吃？你可真急！哎，我来吧，我来吧。哎呀，你干嘛呀？你手坏了，我来，我来。我手都快好了。下次，下次。哎呀，我要做黄瓜炒鸡蛋，油呢？好东西来了，雪黄，从家里带来的，自己榨的菜籽油，纯天然无添加，香，你闻闻。好香，这什么呀，脏死了，真受不了那脏劲儿。这吃不坏，这挺好的。哎，我想好了，我买新房，厨房一定要够大，能放下双人床，你就躺在床上给我唰唰炒菜炒菜。厨房里放双人床、那你这意思就一开间呗，你房间里什么都有了，真够鸡的。你看土豹子什么都不懂，多浪漫呀。
你在床上炒菜，我给按摩，我刷碗，啊，浪漫啊！你真的要拿这个车库当公司啊？现在做个写字楼花不了多少钱，我都打听过了，这个地段好的写字楼套价，一个月也就万把块钱。哼，你没听说过吗？硅谷有个传说，车库是 IT 传奇的开始。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谁不是从车库开始创业的？我就愿意待在车库，在车库我特有灵感。那是美国，哎，美国人多糙啊！中国人开公司最讲究一个脸面，要不谁把你放在眼里了？哎，我爸答应给我1000万，给他租个写字楼呗。哟，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怎么现在同意了？那得看谁说的呗。我爸这一辈子就被两个女人治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一个是我妈，还有一个我妹。你妹要来的钱呀？那我不能要。她的用意你知道，这钱我要是收了，那我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借你的也不是给你的，你还钱还利息不就行了吗？不行。你这么硬气，你找到钱了？我联系我舅，联系了几家银行贷款，再不济大不了把车卖了不就完了。哎，你就这么讨厌我妹？宁愿去借高利贷卖车都不要她帮你。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欠人人情，尤其是欠你妹的人情，你心里明白的。从小到大我都把她当妹，没想到别的。我帮你做点什么呢？不用。我觉得好幸福。哎，少少少点。多少是少啊？不是，哎，够了，少。三个人吃饭都这么多血脂高啊！够奶奶，我不伺候。不说，我不说话了，全到了。哎，公公，被着火了，公公，走，人重要。哎，干嘛呀？别！哎呀！不好意思啦，你的油儿全部葬身火海，死无全尸。节哀顺变。我的血压都高了。不重要，人安全最重要。对，菜也做不成了，请你出去吃饭。有钱吗？出门又说没带钱包让我结账。哎呦，小乔哥，我跟你说，老葛身上一分钱不让女人买单。孩子啊，自己动手装修公司呢。你说这平时连床都懒得收拾的人，这自己能干吗？这活儿，他俩自尊心强着呢。我跟你说，让他进公司，非得要自己创业，还真不让我们出钱。我听说了，他在搞一个什么游戏公司。啊，对了，琳达，你回头告诉他。让他把那个策划书拿给我看看，如果不太离谱，我给他投点钱，就算失败了，也算买个教训。这事儿你能跟他说吗？这孩子啊，其他事儿都能糊弄，就是创业，他可较劲了，我劝不动他。你还别说，
贺岩这犟脾气啊，真像我们老叶家人。嗯，除了长得像他，脾气还真不像他。啊，是。老人住我那儿。你那儿住也要，我才不住呢。我住你那儿。你走开、啊、你。我快捷、啊。哎呀，你臭流氓啊你啊。你商量个事儿啊，咱们俩合租呗。哎，房租我负责，你负责跟我住就行。我已经跟梦蝶合租了，我们俩租那房子特好。你不要跟梦蝶那样的女人在一起，我跟你早晚会吃亏。哎，你是不是男的呀？你怎么总爱说女生这那的呢？嗯，咱不说他。嗯。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高薪聘请你。嗯。看不上，我现在工作挺好的。什么公司啊？具体做什么的？就是物业管理那一系列的吧。哎呀，反正就干半年嘛，就一过渡。low， 哎，我怎么这么 low 啊？哎，你说谁 low 呢？花朵朵同学，你的远大志向难道就想当一个物业管家吗？哎，怎么就 low 了？我怎么就 low 了？当物业管家就 low 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干半年，就是一过渡。你别操心我了，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嗯。自主创业哪那么容易啊？我看你就是偷懒，你就是不想上班，你就是不求上进，你好吃懒做，你不思进取。行，瞧不起哥是吧？告诉你，哥头一个月的利润必须过万，信吗？咱们瞧。嗯嗯嗯嗯嗯。嗯。晚上住。滚！哎呀。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可是这合约上面写着，合约未满主动提出辞职要扣除一个月工资，还得再罚款20%。这为什么呀？那如果你们欺负我虐待我，我还得忍着。你这合约不是欺负人吗？那我不能签。我们家一般给保姆呢就2000块钱，你拿8000，条件自然要苛刻一些喽。当然，包括你所谓的虐待。你要是想挣钱呢，就签字；不想挣，你就走人，我无所谓的。定金。怎么这么少啊？哎，你还别嫌少，这都给你留了生活费，按照你的工资水平，白做6个月你也还不起。哎，合同里写的很清楚，有任何不文明行为举止就要扣工资，说一句粗话扣10%。好看。那你这所谓的合同上为什么没有写业主不能以任何形式虐待家政人员？劳动法看过吗？你连劳动法都不懂，整个一土鳖。契约精神，签了合约就要履行，怎么想违约？违约怎么了？你有本事你告我去啊！不就5万块钱吗？还你就是了。他会后悔的。你说他们家不会连我也起诉吧？那我可真是卖肾也换不起了。虽然他们家的合约有点霸王条款吧，可毕竟是我们有错在先。你说我刚没事，我逞什么能呀？我现在上哪儿找5万块钱去啊？不就是当小保姆吗？谁怕谁呀？天啊，你不会真要去贺家当保姆吧？你是不是穷疯了？丢不丢人啊？我不就是想帮帮葛天吗？如果葛天被起诉，他档案是会留底的。得，你别提葛天，怂包一个。他出事儿，让你去当保姆救他，这还是个男人吗？你要这男人干嘛呀？哎，轮不着你死了，葛天啊！我可是为了你好，别不知好歹。
哎，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你当初为什么到我们家打工，除非你跟那葛大爷分了。案子我们是撤诉了，但是随时可以重新起诉。牛什么牛？贺总。会做饭吗？会做一点，但不保证您爱吃。烤箱洗碗机会用吧？我见人用过。咖啡机呢？我识字儿。记着啊，吸尘器一定要在没有人的时候才可以用，噪音太大了。还有啊，卫生间的纸别乱换啊，我们家只用湿厕纸，必须是舒洁的。贺言，哎，过来。怎么了吗？你找来的？我这说一句，他有十句等着我呢。你是找保姆呢，还是找祖宗呢？人说三句，我才说半句。闭嘴。打算怎么做？什么？你来我们家是来工作的，既然是工作，就应该有个工作计划，准备怎么做？家政服务嘛，不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还能干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呢，那我会帮你写下来，按照时间和内容制成表格，贴在冰箱上，方便你记忆。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你每天必须做的，你此刻需要做的。是清理我的办公室。啊！还有办公室？这里是我的办公室，地上、窗户还有屏幕都要擦干净，要做到一尘不染，因为电脑这种东西最怕进灰尘，知道我意思吗？嗯嗯。还有。你拖地的时候要小心地上的线，万一电死你，我可不负责任呢。开始干活吧，一个小时以后我来检查。
这些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啊，不能劳你大驾，我来解决。是是是是。好，那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啊，你说吧。啊。那个，对不起，你再说一遍。那个程序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了，小菜一碟。行，那你过来，我等你。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你一会儿问问贺言，看他想吃什么，你做给他吧。可是我做的不好吃是吧？你问他吧，让他教你。哎，我。进来。黑咖啡不加糖。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口？您喜欢甜的。男人喜欢甜，就要先尝点苦，先苦后甜，那甜才是真的甜了。你想吃什么呀？你会做什么呀？泡面、稀饭、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苦瓜炒鸡蛋，除了跟蛋有关的有别的吗？鸡汤。哟，还会做鸡汤呢？鸡蛋汤。你平时在家不做饭呢？做饭呀，我可会做饭了。削个土豆我看看。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我也会啊，我会我会。污蔑雇主扣工资啊！我这哪是污蔑呀，这是恭维。通常像你这种人啊，白天就是衣冠楚楚，晚上就是杀人狂魔。就你这智商，不在我的目标之内。准备油、盐、糖、醋。哪个是盐呢？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我又不是你们家小保姆，我哪知道呀？
糖、盐。郑哥，我们又见面了。坐吧。哎，你是京大的？对。听说京大在全国学校里排前十，是真的吗？这个您看我就知道了。什么专业？英语。英语。嗯，挺好。我儿子英文不太好，你给他讲讲课啊。这个我不敢，别耽误贵公子。那你干什么？只要对郑哥有益的事儿，我什么都敢做。这话大了啊！郑哥，我就是想跟你学点本事。跟我学本事？我没什么文化，高中都没毕业。您的本事在书本当中学不到。实话。嗯，这话倒是听。喝茶自个儿拿杯。哦，不喝。记住啊，刷锅要用热水，但是别用洗涤灵，容易洗不干净。啊，还有，把手套戴上，别把手烫伤了。我才不会烫伤呢，你就别存那歹心了。这个碗是我给你准备的，是你的专用碗。你看这小桃花，多符合你的村姑气质。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什么毛病？你不觉得中国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涮筷子很不卫生吗？我不在你家吃饭。嘿，那你早说呀！我做的双人份，你这是浪费，我最讨厌浪费了。嗨，来的正好，吃饭了吗？尝尝我的手艺，关门，来吧。帮我的朋友拿两副碗筷。你们家又换小保姆了？对。您这看着可比小杨顺眼多了。他呀，不算是我们的小保姆。不是保姆啊？那是什么人？你们家澄清一下。这个是我的专用碗筷，对，这个话记住，记住了，跟你长得挺像的。来吧，请你们尝尝自己拿手的番茄牛肉汤，汤勺呢？我要回答你朋友的问题吗？那倒没有。对不起。这小保姆还挺拽的。哎，好什么人？他呀，替夫还债，一腔怨恨，这一脸的怨毒。你怎么净找这种人啊？我没找他呀，他自己送上门来了。